级汽车。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。我宣布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燃烧！森林危险！危险！危险！赶快救援！救援！加速向前！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。第五！灭火灭火，打水泡砰砰砰！哇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到处蔓延，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。不断倒下，救援，需要救援。张开翅膀，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大嘴贪吃车。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
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。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？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哈哈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听起来很神秘呀！哎，我的礼物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雪碧挖掘机，酷宝。跳跳车库车，妮娜。超级汽车出动！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互换工作。啊，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拜拜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载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
好了，斑斑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斑斑，又见面了。嗨，你呢？斑斑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换工作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乐虎，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斑斑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斑斑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，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，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和我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斑斑，妮娜，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海盗通缉令。嘿嘿，把东西放下。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。
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，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可恶的海盗车，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啊，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，加速，哟吼，加速，哟吼，加速，加速，加速， Go Go Go，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，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，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，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，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抓呀抓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大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多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前辈我甩掉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，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，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。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。嗯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。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。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。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，我要帮帮他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唉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维纳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刷动刷动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，星星星星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，座位座位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，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，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！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！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！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！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，库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，阿力，
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，七彩搅拌车，瑞博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浪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危险的兔子车。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已严重扰乱交通秩序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，后警车比礼物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，抓到了。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泡砰砰砰，打中了。
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快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正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个子小，藏进花丛不见了。救护车会来到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闯过。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击来包围。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守护朋友，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，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别找小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，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，攻击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它没有作用。
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了正义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让世界更美。小心喷火车！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！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哈哈哈哈！喷火车啊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哈哈哈哈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老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，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，贝勒湖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全了，好，是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
后退，向前冲，糟糕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，消灭它！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！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! Yeah! 嘿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嗯，我再看看。哇！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弹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，要赶紧阻止它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科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！超级汽车出动！企鹅，企鹅，地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嘴唇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要去救其他人了，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拳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准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吞吞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！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！挖掘机呀，哐哐哐，冰墙倒下了！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安全困住了！气死我了！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